早安。奶奶，你看，妈妈买了你最爱吃的东西，你要慢慢吃哦。你昨晚没有睡觉吗？我有啊，我还梦到了奶奶。那奶奶有没有给你四个号码买 4D？ 没有啊。眼睛怎么这么红啊？没有睡啊？睡了两个小时了。喵，你看。嗯。哦，这个票很贵的嘞。还好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可以去。为什么？我票都买了。妈说我另外一天是要早起来去上课，怕我不够睡了。没有。姑姑呢？我上去查电话了。那么久？以后不要让他自己一个人上去，打电话叫他下来。跟他说什么？告诉他妈咪需要他下来帮忙。大嫂。哦，来啦。大嫂，你可以让我们要去那个演唱会吗？我门票都买了。他今年考 O-Level， 哪里有时间？读书也要休息啊。休息可以在家里休息。大嫂，谢谢你那么关心我家的苗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债还没有还，可以来告诉我。姑姑，刚才真的不好意思。没事。苗。嗯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啊。跟我来。来。你知道这个厨锁是在哪里吗？你让我找一下。姑姑，你到底要找什么？一个手镯，我第一次拿薪水买给奶奶的。是怎样的啊？这个玉镯，青色的。
你们两个去厕所，需要去那么久吗？哦，妈。你在这里，麻德那边呢？你们两个在麻德的房间做什么？我在找我和麻德以前的照片。真的？姑姑叫我帮她找玉镯啊。麻德已经决定给我了。什么时候？她刚走之前。你有证据吗？你问苗咯。她为什么要给你？你又不是她女儿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比她的亲女儿还要关心她。苗，把锁匙给我。不要，我说给我，你够了没有？我要我的玉镯，给你，你还不是要拿去卖？是你才拿去卖啊！那你要麻德的玉镯干嘛？我要我的玉镯是麻德留给我的，自己的债自己想办法去还，不要一直想着麻德的玉镯。总之，把玉镯给我，麻德已经决定给我了，是麻德留给我的。